吴长杰来请宴小菜，这个老爷误会了，以为吴少不干了，所以把个粘草和这一杯。哼，吴兄，大人，干妃这趟差事去了新府里要请假，这咋搞？吴兄吓一跳，哎呀，老爷误会了。大人，小人活该为差事去了新府请假。那你为什么要请假呢？这个是个可怜，止不住眼泪草花掉，见老爷不咋哭的，忍不住了，忍不伤心，不掉泪个，眼泪下来了。大人，小人在途中听人讲到咱的大哥去世了，回家要办理丧事，望老爷成全。啊、哦，老爷是说，哎呀，我误会了，嗯，这是大事。哎呀，他哥哥怎么死的？他们弟兄一系的，曾记得去年打虎我爷他，我叫他当差，他说我不能做主，我叫他做主，哥哥做主，哥哥叫他来，再来哥哥不同意，他不得来。哎，他来客气，武松，你就不要难过了啊，人嘛难免这回事个，来，打账方给他打三两银子，啥？哎，当差到后头拿了三两银子，就朝桌上一放，武松。十两银子本县赏给你，给你十天假期，假期之后到本县衙门当差。大人，小人不够，不够。罗一听听，不够便嘛，还是银子不够，还是假期不够？你还是银子不够，还是假期不够呢？小人活该说银子不够，假期不够。那你要多少假期？三个月？这什么东西？罗一还叫你说什么东西？你看。像你平民百姓死了个把哥哥三个月，像我做过你不要嫌你们，我让人开心的说过，所以罗一吓一跳。武松，你也不过当个土饼渡个头啊，死了个把哥哥要这三个月，本县家里王哥把人不要三年嘛，过多了，大人望你老成全。小人不是此地人士，拜着光明佛清侯县人士，我把我哥哥官爵捧回到故土，山路遥远，单片子1800多里，来往3000多里，往大老爷成全。说住嚎啕痛哭，连连叩声啊！老爷口里给他说了，眼泪水都下来了。什么道理？武松什么人啊？口里喊死没得钱，穷人。他盆酒，盆酒过就都连盆了，不是像我们现在有器械，卡起上一撞，拉了跑脱了，后这个玩那个虫，立刻什么的，立刻就是摁弓打力，哎吼吼吼，哎吼，这个铁不把钱呐，开玩笑呢，他能同回故土，你可想而知弟兄都一起，所以这是世间稀少，这个人是可遇不可求，因此老爷含泪，好。武松，本当是不行的，来赢你义气，义字可爱呀！那就给你三个月假期，假期之后到本县衙门来当差，本县好差调戏鱼儿，岁岁大人，望他克雷德接得把银子一拿，兜着的这一棍出来了，出来就找边房的个一间旁边。一个主子手这天就把身上的冰弓刀朝顶头上一挂，不得他里头还有刀，我也看不出来什么刀，里头就是红绣线的点刀，马上到了杀手锏绣，就是这口刀出来的，所以刀在里头动，红绣线一长短它是短的，那上网才看得见刀把子，不那上网看不出来的，印象朝还这一组，哎呦。哎呀，我要回去要办理丧事。哎，好在四个人，这是过来四个伙计，在他旁边看他出来了。什么道理？平常感情好，问他靠住谁，哥哥站起来了。哎，都疼，你老要保重了，你老身体保重了。撵过来，撵过来。哎，都疼，什么事？掏出来了，2两银上下就朝桌上一放。你们把这个银子拿上该。哎，没什么东西。待会买个孝山，孝山好的，孝山就是不对的，一张孝岁子，两个孝册的长的既要，短的在头，
就输了，号码大小这个你老放心，我没输的。买赢了压箱值钱货定送到咱的税站，别走就输了。他们扔着往他银子拿，两人走了，银箱在身上又掏了两小块银子，就在桌上一放，你过来你过来，也是赌城跟他一起去劫匪的哈。赌城是不是这个银子拿上这个现在买油盐材料荤素菜？哦，就是了。说着他个便不是，兄弟到了街上啊，那么宋浩元这座家伙就是了，宋浩元这座家伙这个破了个就归去班长。哎，还有什么事？银子都过来没有数了，到街上看到东西埋这一点，咦，你若要说清楚了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尊父是个博士，不是西施，西施东西没有读了可以用，博士就不能用了。哎，这个就不上心了。你告诉你要什么东西我就买，不上心的话我也没得变故。你哪也没这么干办，不是不是干办哎，你要说的我没得变故哎，你要说的天边房的老头子个满处胡子，兄弟啊，哎，老弟你干什么事啊你啊？你看赌得打这么顶，不是打顶哎，你听到的，他说我把他干遍，小伙你走，你再狠听，你说二话就这个事。你要说的赌得不是我们当地人，离家十里路各处各相逢，赌得的这个意思，我们当地的相逢，平民百姓变丧尸，就说这个。如今看见一个需要了，看到车就卖，不需要就不卖了。好、哦，赌得，可是这个事啊。知道吗？哎呦，你说说这个嘛，我说这个，兄弟，要体谅这一点，体谅就叫他买东西。但如果都要稍微体谅些，不要了，现在可就浪费。哎呀，赌的地方我们心都说了发抖，你落的是个我们都认真干的。你像我们钱去过多了，没有都要还还家，大路都要过过身。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个死人就是我个死人，如果我就来死人了呢？哎，走嘞，望见他们走，他这走英雄牺牲，这都就到门外了。他到了头门外个回去，不高兴走大街，就走北街，走小巷子回去。什么道理呢？有心思，所以人生有心思了，就不愿意走一落地方了。哎，得了一家，为什么天气？他想想，哎呀，我这个回去个，我两条腿不得劲，要是狗狗不死，我就来劲了。你要是个回去个，我那个锁子在家，哎呀，我那个锁子不是好人了。要说是做他的这种行为，我就不用，不用怎么办呢？哎。直接漂亮去叫他退步，可以另嫁他人，不能玩。什么道理呢？人家不学到个独一无二。哎呀，吴松啊，你在想到的哥哥车子，你还有一个车子，还能够换五万去去刮胡说子，你都别在家了，想外快才烦了，人家说我嫌我花了，走也不能，就收也不能。哎呀。吴松再想一想，不行，不是更想，我这个错了。我家说这这回事了，这个几天不得回个。我们不是此地人，没得亲戚朋友，不是三兄四弟，可怜一个人，哥哥在世。你说他们女子家不像我们男子，有点心思到位的茶房酒肆，朋友来天天说说酒喝喝，心思就没得了。他不是的。好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头不熟脸不洗坐不顾茶不死饭不想，可怜命比孤等独自一人免，这个吴家嫂子就哭散了。这是来个这是吴松的想，不到吴家了过又在了过就巴地了，你别烦，你个嫂子不点了见有人陪他去酒，晚上有人陪他同天，平常不说就拿今天比，就在这个时间，吴松的楼上有两个人陪着去酒，那两个手心手中西门庆，对陪这个嫂子潘金莲，
上皇的王侯这乎谁去？哎呀，像吴荣不愧是大吴的英雄，吴荣回来了，西门庆点不小孩子过去救啊，这个就不能怪西门庆，怪那个怪老妈妈王侯。西门庆都是呢早出晚归，住在吴府，早上天亮就出去了，晚上漆黑的时候才进来，没有吃过中饭，今天第一次。查点兵就叫他给打听的，说干妈妈，你到衙门里打听一下子，吴荣如今回来之后我就不来了，避避风头，回来之后我来。老妈妈可求他求他，很有老妈妈打扮的标标致致，其实不要打扮，这个丑人一打扮一丑，他要打扮的，可他的头发都丢了吧，到了还有脸上那个毛了，他还要这个打扮。你就是个打的这个肩膀你上这个到这十分了，都啥都堆起来了，身上的衣服说那个走路啊为什么溜，他过去不是有意溜的，他是个封建女子家呀，孤家叫孤宗，三寸金莲走路不像我们地下水里的抱一个路，那个高低不平，碰到疼呢一疼呢就这样子，所以到了小的时候他自然的溜就好看了，他到了家吓死人，大家你就不要溜了，他走到街上还要溜，你说这个好看不好看，就这么一走三溜顶到衙门口，衙门口呢一个小伙计在这个地方收草子，甚至把个朝了个街上往一望，看见王婆来了，看见老妈妈是会是用来编，怎么不死出的事，我们家主头家里孙子呢给他玩得干干净净，把他们了你看他这是溜不着，不拆的不拆的，这个时候已经不拆的把你留过来了，你是个王婆吧，你就不要问他了，到处就来问他，来笑了，把他们了一笑什么的粉都丢下来了，你看他擦多少粉，大爷大爷，这个小伙不舍得听着，大爷回来了叫唤你，大爷还有你这个大爷回来不舍得把他过有了这个黑的，这个小伙有一点把个脸掉过来，好像才听到一问，哈哈哈哈，哎呀我到那个月了给妈妈嘛，还以为大爷请问我家阿姨几时回来，不给妈妈你可拉回个阿姨在我们衙门当差的，还以为大爷其实吴荣吴荣吴荣说我们大爷原来是你给妈妈的阿姨，哎呀大爷不要这个扁头去直面子，他几时回来，报告给妈妈，你问我们家大爷几时回来，有什么事啊，哎呀不瞒你说我们穷了一天不住一天不食，我的那个细细讲讲不不念念糊涂了瓜，我在那个庄里他那个哥哥去世了，哥哥去世了，不是原来你就在我们大爷家里庄里真真不错了，打听一下子回来做了，我就帮忙两点回来吃，我叫他说是另请旁人，又是个打听信息的，可是老妈妈是我晓得也不可说，弄哭给他去把他说冤死，哎呀看妈妈原来就是个吴大老的是你老赵英的成长不错了，哎呦两位的赵英的这手这家什么的不想不想别咋说了，老老外的不老不说不成啰嗦，你可别咋说，这个赵的七八年月才回来了，说他七八年月，所以他就念了一个个红烛子当湖水，把个不朝的兴亡告诉西门庆，西门庆听听七百年一遍，今时才四半，这个去他妈就一百斤，本来要走的按留下来的，今天娘家店长没得事，所以怎么样子个就住这个地方去救，一拐拐个正这个开怀畅饮，他不晓得吴荣回来个，西门庆这个地方叫望望对过破金莲，彭金莲那哪晓得念呢，在这个时间可怜皱眉苦脸还是好看，什么都没人了，没人不用心的，所谓没人行窃
说我都要好看，哪怕哭都好看，我不一直是没了人嘛，所以越看越好看。就是把他笑容再笑哈子就好，他笑得好看呢，他本来就酒一笑一打的，还有两个笑的三个酒甜蜜蜜的，所以他在对过往往这都望见他酒吧哥哥酒杯在这起，杨子请请把对过把杯拿起来，杯一靠起酒这过么就请来潘金莲，哪晓得一肚这个心思，怕个怕那个怕凶手子回来，他黑死轻浮怎么能不怕呢？所以这个看到酒杯端起来眉头皱了哈子，这一皱酒就出来两个，他呢没开口把头摇摇啊，不错，酒是没有吃头，酒杯糟糕，再放接着把筷子一起接来住小杨子请用，请用就是个请用者要他来高兴的时候要拉嘴那就、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就就有请来后者拉筷子来，拉小的潘金莲怕的今天不行了，也把个头一摇，西门庆这个畜生在外面玩笑成怂，他是不稳的，人家家里拉把个这一颗拉把疼死人，身上有病他都叫你凶，这个畜生是个坏人呢，不晓得这个是个来气了，连什么叫他心里有话，就是酒吧喝菜不吃，你白白的哭哭头老摇，我花这么些钱来，花钱来就开心的，大概把这他一定住个心中有个其他的人来了，这个小伙醋甜打他了，落醋精了，所以他就把个筷子那个小勺一放，筷子一摆，哼，脸就摆好了。杨子，咱到今天了，有几句话没有讲。杨子，请听，好事。不，你往往你的话，你就走不了，我走都走不住，身上好像出不烟，浑身凉过。听明白了，这墙内这一花，墙外开，花开这一朵冒出来。咱若想把这花朵买，也不知道你多久卖不卖。那一天，咱路过紫色街，你擦干失手落下街，打在咱的天庭盖。咱抬头这一望，哈哈，见是那女群谁，我就魂不在。咱弯腰把擦干失鞋，与你连下两者这风流妹，我们正在擦干调情，难解难分。不知道后面是哪一个匆匆走的来，我一喝说一声，你把擦杆拿上这窗云带，咱掉过年来这一望是不见人来，再抬头一望不见的女青菜，我就昏飞天外，哈哈，我就请了干娘出来，把你娘子转到茶房，你我儿子相会多恩怨，咱不是重金将你强化财，你为什么愁眉不这个啊，敢非你心中另有多情人来，你讲这么一句咱口来这口不来，他这一说梧桐回来这三烧鸡秀